大家好呀，这期节目不同于以往，它不是一期减脂餐的菜谱分享节目，而且呢都是我自己长镜拍的，所以在画面上可能不如我往期节目那么的精致，但是今天这期节目里呈现的可不是阿婆主芥末，而是生活中的我，希望通过记录和分享我的一日三餐粗茶淡饭，来给你带来更多的吃饭灵感，兴许某期节目的灵感就是从这些平淡的一日三餐中迸发出来的呢。那么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，你来陪我度过这一周吧。感谢收看芥周的饭。Thank you.
不成形，然后所以还没有到分享地，我还在继续思考。然后这个黄色呢，是我本来想用南瓜泥来做小点心，结果它一直不成形，我就在里面掺了山药，然后还是不成形，所以我就一气之下把它塞进了那个棒蛋糕模具，把它烤成这样。下饭，我觉得今天这俩菜要是配红薯的话，我就有点暴殄天物了。今天上午出门运动了一下，所以到家现在已经1点多了，就一切从简，直接称量好了之前的卤牛肉，还有出门前我做那个卤蛋，然后在家娃娃菜这么一炖，一锅出去就搞定了，然后配上之前弄的红薯，反正就是冰箱里有这些东西，吃饭还挺快的。Thank you.
味的泡泡菜。吃完这顿，周末就过去了。
不知道芥周的饭哪一顿会让你印象深刻呢？欢迎你在弹幕中告诉我。如果你还想继续看芥周的饭的话，记得点个赞哟。